Hello，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，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。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，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手机小游戏，可以在各大手机市场进行免费的下载到。它是一个非常的适合于我们小孩，然后如果你是喜欢做发型的话呢，那么这款游戏就会非常非常的适合你。它的名字是叫做 Girls Hair Salon， 女孩的美发沙龙。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沙龙厅里面呢，是选择各种各样的模特，我们可以给它进行发型的设计，无论是给它进行一个洗头啊、梳理发型啊、剪发型啊、进行一个造型设计啊等等等等，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。你还可以给它化妆，给它进行一个装扮，给他戴各种各样的这个眼镜、项链啊、耳环啊、耳钉啊。那么我们首先呢，是要给他进行一个头发上的梳理。我们先要把他的头发呢进行一个淋湿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头发显得非常非常的凌乱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我们的吹风机。或者呢，也可以给它往下吹。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的剪一下，哦，我们还可以用药水让我们的头发长得非常非常的快。啊，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卷发棒把它烫成玉米烫。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模特呢是非常非常的开心。非常的棒，我们还给它进行头发的一个上色，哦，上一些粉色。我们还可以给它做项链，那么来一个金色的项链怎么样？哦，要不然我们给它做一个小小的领结，哎，非常的棒。我们还可以给它放上各种各样的眼镜，这个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眼镜非常的棒。那我们这个小的游戏呢，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棒，可以让它是做各种各样的这种的小小的发型，还有小小的这个改造。同时呢，我觉得它非常棒的地方呢，就在于它这个头发可以随意的进行一个生长，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个变形啊，或者是给它进行一个烫发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。哦，我们还可以让它的头发呢，是稍微的加一些金色、金黄色，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棒。看起来特别的好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，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，
频道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，如果有订阅的话呢，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。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